你看他对待美国人干了个叫什么事？他是用非洲人治美，以非治美，灭美计划，灭白计划。然后把非洲人送到了哪儿去？把非洲人送到了欧洲去，非洲的所谓的非法移民。然后把在美国的非洲人煽动起来闹革命，搞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。所以在中共的黑白之间，这个两个颜色是很敏感的。你见中共用什么黑白过？他认为黑为水，白为金。 在他的五行当中，白为金，就是金属。白人就是在西方，西方的北方黑为水呀，北边为黑，东边是什么？东方为绿色，为木色，南边为火，南为火。他发现我得怎么干？我要把整个的能烧掉你金的五行当中，南方的就是黑，非洲的火烧你的金，炼你的金，立我中华，火利土，土生万物。 就共产党的所有精神境界和文化都是一样的经历，无知、愚昧，它本身就不平衡，它硬整出来的平衡，这是违背自然的。唯一牺牲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人民，无知的人们。